我们不是不陪你，我们是要你过好的生活。嗯嗯。你是不是又偷听到我答案了？哎呀，爹爹来敬你了！蝙蝠侠在呼叫凯凯 ，over over。你为什么不事先跟我商量，就擅自决定了？所以我现在就跟你商量啊！尊重一下别人的意见有那么难吗？你连句谢谢都不会说，你就应该像正常人一样结婚生子、成家立业嘛！你这样子，我要怎么跟你爸交代啊？在一起五年了，我们结婚了。因为爱，所以不奇怪，给疼爱。